好啦，乡亲啊，有史以来头一届，这个金管会紧急来宣布，因为疫情摊开，原定伫个5月20到6月底定定的股东会全面暂停，延到7月，也就是8月才来召开。疫情摊烧，投资人大家拢真烦恼，不过冲击全面阁扩大。金管会20号公告，史上头一摆，因为疫情全面暂停开股东会。自5月24号到6月30号的股东会会延到7、8月才开，受影响的上市公司有923间，上柜公司763间，新柜公司245间，总共有1931间。不过20号进前已经有57间公司开股东会，21号嘛有7间，而且防疫措施如期举行。不过股东会暂停，相关权益敢会受损？照现行证交法规定，股东会一天上座只有100间的规定，今年会办较松的。原本规定6月底进前要开股东会，即摆嘛未罚钱。统计验证或者是新闻公告等等的购物事务嘛未停。投资人上关心的股利，若是股票股利，要得到股东的同意。会伫开股东会了后，才领有现金股利，照公司的规定。若是无需要经过股东会，就会使先发。疫情继续摊烧，防疫优先，金管会嘛，互有爱互相体谅。